好，我们是小提琴社。对，那我们基本上现在是以小提琴初学入门为主。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自己跟音乐是不怎么相关，那是希望借由这个课程可以让大家就是了解到说音乐这一块不只是看谱，那还有拉琴的部分。那不管是男女老少，其实应该对音乐都不陌生。对，那希望就是可以借着这个课程可以让大家就是认识五线谱啊，然后了解说小提琴长什么样子，弦乐家族，甚至是交响乐团等等。对，那我们是以音乐教育啦。对，虽然说是学琴，但是希望就是一些音乐知识可以让大家可以认识这样子。对，我们这个妹妹吗？你学多久了？我学六年了。对，对。一年吧，还是两年？对。其实一首歌是要看你对歌的定义，对，像例如说《小蜜蜂》也是一首歌，《小星星》也是一首歌。那你是想要学，例如说像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呢，还是说只是学简单的民谣、童谣这一种？对，那其实你甚至学半年，你也可以拉《望春风》。对。对，就是勤练吧。以成人来讲的话，会是比较推，就是类似那种兴趣，因为有兴趣所以来学。那你有兴趣的话，才会激发你想要练琴的冲动。对，我们可以买可以租，不一定。对，看个人需求。对，好。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学小提琴。好，谢谢。